我叫穆罕默德，犹大人。我在中国开一个餐厅，还有公司，在中国差不多有15年到现在。我们刚来伊犹那个时候，伊犹很小的，没有什么多房子，没有什么多市场。过年1期、2期、3期，现在的5期已经有了。2002年到2006年，就这个4年发展很快，好多人这边外国人开公司做生意。伊犹现在越来越多有外国人，比如说法国、德国、美国有在了。巴西这个全部都来在伊犹这边做生意。我家庭全部就中国人，我老婆就中国人，我有2个小孩上学，在这边中国学校。我的中国名字叫刘亦菲，阿拉伯名字叫马利克，中国名字叫尤佩霞，外国名字叫安娜斯。现在呢，在伊犹这种涉外家庭的话，像我这种嫁国外的很多很多，我的朋友也很多，哪里的都有。好多人到中国这边不想离开，还他们把他们家庭全部叫过来这边上学，做生意什么都全部在一起，生活比别的地方好。